Hey guys, my children. 点解我而家讲嘢好似蚊子咁声呢？因为我今日要讲 ASMR。ASMR 嘅全称系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， 中文系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。我再重复一次，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，通常就是啲人系咁喺度食嘢啊，或者攞啲胶纸喺个麦前面捽下捽下。咁我今日咧就要做一集素菜嘅 ASMR， 因为我自己本身食素食斋都食咗几个月啦，自觉都几良好。所以我今日要食嘅就系啱啱煮嘅味噌汤。我今次味噌用咗豆腐啦，用咗海带啦，用咗洋葱同埋大白菜。而我今次选用嘅味噌系白味噌同红味噌一齐沟埋嘅。我用嘅白味噌系一份，红味噌系三份。我而家开始食嘢啦。
啱啱我已经食完一碗味噌汤啦。我想讲嘅系，其实我平时食嘢唔系咁大声噶，系为咗拍 ASMR 先系食嘢咁大声。希望大家唔好对我有误解啊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